啊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景点要走啊。那么大家看到呢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旅顺口区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它主要是一个军事区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您在这个地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北海舰队的大连的一个分部。我们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著名的大连的旅顺军港的所在地啊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旅顺军港和旅顺港的所在地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旅顺口区。最早的时候呢，俄国人其实和日本人都是奔那块地方来的，特别是俄国人其实他们的资源不比我们少，甚至比我们还要多。他们侵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这出海口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旅顺军港这个出海口的所在地。大家看一下右手边这些树呢，是我们的大连的特色树种，就是昨天那第一天给你们讲过的，叫做我们的法国小叶梧桐树啊。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，叫做脱衣美少女。那么今天风很大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大家一会儿下车的时候呢，尽量把外套呢穿一下。你看我们的天气啊，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哈，就看冷倒是不冷，但是会有一些凉。看一下现在几度啊，现在18度，18度好像比昨天的11度体感温度还要高，还要低一些啊。来吧，各位，看到我们右手边这些都是我们的军事管理区咯，很多的这个一些军事管理区都在这边啊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。其实咱们也没感受到说十一的感觉，是吧？并没有像你们想象中的挤爆了，对吧？虽然我们是人多点儿，但是还没有多到那么那个样子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但是明天啊，我们还是要早点到机场。为什么明天要早点到机场呢？因为明天肯定人多。到达了我们吃饭的餐厅喽。
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我们的大连的火车站，这片区域呢就叫做我们大连的青泥洼桥。我们有一个景点叫青泥洼桥商业区，有没有？就是在我们酒店那块儿，知道了吧，各位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明天早上出发的时间大概10点左右，9:50到10点，你们早点起来可以去逛一逛，好不好，各位？那个区域就是，或者今天晚上你们吃完饭也可以去逛一逛。哎，那片区域就叫做青泥洼桥。从星星之火开始，去点燃你们爱情道路上新的起点。